林要接受检测了，一百的到虎了。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他已经破表了嘞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已经兴奋到一百了？想的就破百。他这个需要降压，大凯，你去帮他降压，降压，别降压，降一百，降下，降下，降下来了，明显降下来。退到零也不大可能了、啊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音乐下。哦，来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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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表了啦！破表了，都还没跳到就破表了，完全放松。没想到韩国林很久没有看到国林有这样一个少女的气息，我钱还没有塞完呢，大手笔耶，拿出2万块就塞，一点吗？我们要。